你在路边讲，在路边讲。小姐没有错，嘎哥今天要带你们来看相扑啦。大家都来日本玩，来拍影片，竟然没有人想说要来拍一下这个相扑。哎，很难看吧？国粹。我是说很难看到。你很难看。相扑就是日本的国粹，这国宝，这个文化几千年的历史了。今天高哥就带大家来东京这个两国站看相扑。哎，我们这个 JR 站两国站出来啊，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相扑的。我们这个相扑力士这样走过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白鹏翔的手，哎，哎，超大，哎，超大哦！跟大家介绍一个相扑比赛，大相扑啊，不是一般日期，你要随便来就看得到哦。啊，不然。这比那个日本职棒还难看呢，还难看得到。因为在东京，每年只有一月、五月、九月。三个月份有比赛，然后比赛的时候大概就两个礼拜而已。可是他们平常这样按，然后只有这样比赛那么少？没有没有，他是东京，然后他会去名古屋啦，然后会去大阪啦。这个是就是他们原本大小就是这样，还是他只是缩小一点？像那个大小是这样，大小是这样而已。冷知识啊。女人跟小孩不能进去。那相扑以前是什么？表演给神看，这个神圣的地方。然后织田信长啊、德川家康非常爱看，就把它发扬光大了。所以那个当相扑力士很神圣。等级最高就横纲啊，这几千年来只有这样七十几个横纲而已。规则都懂啊。怎么样可以升上去？啊，怎么样？你就要一直赢啊。你15场嘛，然后你赢一半。才可以再晋级，赢一半再晋级。然后你要到横纲下面是大关，有没有？大关你要再连续赢优胜2场，棒才可以上去。那你猜他们月薪多少？当大横纲的月薪多少？对，200多万日币，其实没有很多，但这个社会地位不一样。但门票我们这次是Taco负责买的嘛，不难嘛，我们网络上先预约，然后来就 Seven 取票就好。最难的是要打自己的片假名。然后那个贵的，我们进的那个好几万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买5000块的，进的很近哎，进的会被压到。对，进的那个被摔出来。他有时候最近的那个地方，他就甩出来，是会，他就只是把你围在那旁边，他没有任何阻挡，他没有护栏。哦，国际馆就在旁边的哦，来了，今天有比赛，那个旗子都要出来，好兴奋哦。这个相扑力士都会在。应该看得到他路边走，有看到。跟你讲，他们等级之分啊，如果你看到穿马甲呀，弱的，然后旁后面呢有那个小弟在帮他提东西的，他都是很厉害的。蔡东，看你懂不懂相扑啊？是不是推倒跟推出去就赢？你在图表内，只要脚掌以外的地方碰到地板你就输了。所以通常的比赛啊，你看他那边弄半天弄半天了。1分钟就推完，1分钟内就推完了。你是在拖时间是不是？不是拖时间，拖时间。然后呢，然后你会跑到外面了。你那个两只脚出去你就输了。啊，你一只脚还在里面，出去没关系。没关系。相扑三个重点啊，练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四股啦，这叫四股。四股。然后这个滑步啊，因为它推嘛。然后第三招铁炮，铁炮就是撞了。冲啊撞啊！那有说不能怎么样吗？没有，但是不能这样啊！全集哦，有没有？有等级有没有？他经过，然后大家都跟他进。对对对对。相扑冷知识，相扑力士，即便你当到横纲，不能开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家受伤。真的很神圣哎，神圣到不能开车。不能开车。里面还是有那个博物馆可以看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还有一个博物馆。哎呀。哦，好兴奋哦！今天的赛程表了，他就一直比啊，你随时都可以进去看，是这样。对对对，就一张票，然后整天都可以拍一整天，这么多场。相扑冷知识，对，腰带没有在洗的，比赛的经验呢，还有胜利的那些经验要累积起来，我洗了就没了。所以横纲的那个黑色是，对。哎，如果我讲错了，欢迎网友纠正的，我也是看日剧啊，不要讲得太满。哦，好像今天小巨蛋的感觉。现在几点了？开始了吗？已经开始，他早上8点半就开始。开始了。10点半了，我们10点半了。现在谁最弱？十两。哎，不要乱讲。10点就最弱。10点我们也完了，我们今天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横纲出现呢？横纲应该4、5、6点了。他们说通常好像2、3点之后才是比较精彩的，人才会多。早上我们比较好拍啊，没有人。超大，他们那个最后优胜奖杯真的超大了。
很辛苦呢，很辛苦哎，因为相扑真的很辛苦哎。哎，我是有看到他们是活不久。哦，对对，平均寿命会比较长。他们其实不是吃胖，他们是吃蛋白质。对，他们吃蛋白质，所以他们是真的很壮。他们有的那个体脂比可怕比你还低。哦，我体脂真的很高。出身の出身、道の国で。赤い。残ったことさ。いや、残った。残ったことさ。あ、そこが。他们进来了，进来了。五千块。五千块。日币五千块，大概台币一千块，位置是哪里？最上面的。一两万的是那个紫色的，因为等级是很低的啦，然后没什么要看，都拿来的，而且也没有撒盐的动作，没有。撒盐是什么？驱邪。驱邪。做那个四股嘛，蹬脚，把那个地上的那个恶灵震退的感觉。然后会这样吗？动作很多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身上没有带任何武器啊！哦，看得出来，没有任何。冷知识，你们知道，相扑是没有量级分别的，所以可以重的跟比较轻的，所以可能八十跟一百五的，对，一百五。所以你只能把自己越吃越大，越吃越大你要精壮啊，你要技巧是要够好啊。是他赢了，是瘦的赢哎，因为那个瘦的赢，他先落地，他首先落地，对，胖的先落地哦，他首先瘦的赢，是瘦的赢，对，是瘦的赢哎，然后他们结束之后嘛，哎，两个敬个礼，然后输了先离开，那赢的就在那边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赢的就要做这个动作，然后等级高点就会拿赞助商奖金了。如果这一场是爆冷门的话，下面不是有紫色的那个坐垫吗？大家会讲往场上丢，会一直这样飞。传统，那大家慢慢乖乖的捡回来。历届优胜横纲都会挂在上面。赵青龙再来白鹏翔啊，是蒙古级的白鹏翔。蒙古？蒙古级的，人家在后期几乎都国外的，很丢脸。赵青龙后来就被逼退啊，因为他是外国人，因为外国人啊，然后小嚣张啊，让人家甩出去之后，他就故意把他推下去嘛。日本人觉得哎没礼貌，然后像那个白鹏翔后来就规划成日本国籍，就对他好一点。你们看他那个穿那个，说那个穿那个那个好像围裙那个很可爱，人家那时候赞助商人，还有赞助商人，你知道他们怎么开始的吗？两个都已经做好蹲下那个动作。他不是有那个两块将，两个人都两只手碰地就开始，哦，那个瞬间，我想说他们怎么这么有默契？可以，我刚刚查到的，他们退休是把头发剪掉。对啊，你要到一定等级，你可以留那，你才可以留那个发型。哦。然后那个发型有专门的师傅在做，啊，你那隐退一次就是要在场上啊。把那个发髻这个剪掉。你知道相扑的台语怎么讲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短不修 M。短不修 M。短不修 M。就修 M。反倒。修 M 还是短不？短不修 M。西方北斗佳希。你怎么你说多少票？北海道伊達市出身八角部屋。東方肥後の龍。熊本市中央区出身木瀬部屋。熊本やな。結構有名。横的骨头疼，
过来一点。運動よし。はい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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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進來有抽選會，你有買門票就可以抽獎一下。年历手，一样的吗？哇，也是。其实这个酒杯是好像最好的。对。你看它三等奖是咖喱，吃完就没。二等奖是这个手印，你也不知道是谁。一等奖哦，五月入场券你也不会。所以这个最实用，安排。安排。酷哎！玩具人，这是。国际馆限定的大象扑包，大象扑扭蛋。可是我想要公仔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是人的。公仔啊！这个蛮可爱的，这个是那个。这是什么？象扑，然后是那个叫什么？交通工具。这个是东方商品部，有商品部吧？有啦。早去打扫，去打扫。一些核果子，骗钱的人形招数。然后它上面有在卖那个。香菇便当啊，菜色跟一般他们的便当差不多，就是便当。是来给来看的。哎呀，啊，里面是可以吃东西的啊。好想买一个这个水哦，看起来好赞。它200块，国际馆真的还特别贵。哦，200块的水。开始！你干嘛这样？哎，没有规定不能包啊！我回家真的玩，回家我挺香的。公仔，太大了！哎，你不是要？太大了！哎，真的很可爱。他如果出这种 Q 版的，就会想买。这 Snoopy 太好笑了。Snoopy 香扑哎，可爱。不错，我觉得阿宝以后好栽培。哎呀，哎，来当香扑力士不错。六胜会要快打旋风。怎么了？里面不是有个香扑？嗯。千代富士。就是他吗？他为原型千代富士，他算是历届里面长得很最帅的。哦，对，啊，还有一个，那个羽良，有没有？羽良，我们蔡哥的原型。蔡大哥，超像。试一下，来，他开的吗？哎呦，他开的哦，哇，他开的哦，他最高打到大关哦，也很厉害哦。一到八楼都差的，哇！哦，到大关就这么好赚的。哎，这个厚度，你看这个厚度，跟手一样，跟手一样粗啦。好厚啊！真是，它不够新鲜，没办法切那么厚啊。这大概是一般的2倍的厚度。香扑锅登场啊！哇，其实它就是很多蛋白质、肉，然后拿回去豆皮啦，然后丸啦，然后菜，就是吃一些青菜这样。我跟你们介绍，人家说其实你吃香扑锅，你不要吃到那么大量，是会瘦的。但为什么香扑会胖呢？因为他们吃很多。因为他们早上一起床就空腹直接先练，练到中午，然后就吃4到6人份，这样一吃，然后吃完怎么样？就睡觉。就睡觉，就睡觉，然后起来去练，然后练完，哒，吃4到6人份，那就这样，然后重复十几年这样，养胖计划这样，很辛苦呢，很辛苦哎，真的很辛苦。这2人份也太多了，对，好多。我说，我们5个人吃的太，根本吃不完。他
当时还想陪我们点五人，不，他真的把我们当香菇粒子。两国战，两国战就要来这个看个香菇比赛，然后去了这个香菇窝附近走走，大概半天吧，然后吃饱后再去看那个下午场嘛。对，他可以就再次进，还可以再次进，就一天你可以进去，可以进去几次，看到饱，看到饱就对了。大家，推荐给大家。嗯，那个两国附近都遇到很多相扑力士，然后那种输了就要这个回去，默默坐公车搭地铁回去。我们现在寒冬送暖，我去跟他问他可不可以合照，他一定很开心。你确定他是力士？一下，想跟嘎哥拍照也是啊，没问题。一緒に写真いいですか？いいで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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